小宝去哪里了？我睡着睡着没看到他了。哟，睡着睡着跑来这里喊爸爸，难怪我说去哪里去哦。爸爸不在这里噻，他在家。爸爸，等一下他就过来了啊！你们先去房里面，妈妈刚刚睡醒。这么喜欢爸爸，这个奶奶是谁买的？在，爸爸，是谁买的？啊，爸爸买的呀。穿好衣服，穿好衣服，我们去找爸爸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穿好裤子，我们去找爸爸，好不好？好。真乖了。老婆，今天是个好日子哦。今天我们订婚了。你准备一下，我马上就要到了。好的，老婆。我很激动，也很高兴，感觉到自己很幸福哈。因为的话，今天我的未婚夫他要过来提亲，就是我们今天订婚了，所以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说几句。我跟我未婚夫是相亲，和媒婆还有我未婚夫的堂姐，就是帮我们做媒的，也可以说是亲信一样的哈。我们两个人就同时都看中了对方。我未婚夫他人特别的好，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不打牌，而且他工作也很有上进心，他心地也很善良，然后的话他脾气也好，性格也好，就是我理想中的好男人哈，所以我也很爱他。我们一路走来特别的不容易。未婚夫那边他们有几个人过来，然后的话我爸妈待会就回来了，回来先把饭菜煮好，他们就过来吃中午饭。理想中的丈夫就是我未婚夫这样子的，因为我本身我自己我也不打牌不赌钱，不喝酒，然后的话我也是勤勤恳恳的做葫芦生意，平常拍点视频生活日常的。是一个单亲妈妈，我是离异的，离异到现在已经有2年多了，我小宝有2岁多了。我是在娘家创业做豆腐乳，特别的不易啊。在这2年多里我吃了很多的苦，而且我是经历过一段婚姻的人，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遇上我的未婚夫，他对我太好了，什么都包容我理解我。而且我未婚夫他是没有结过婚的，他是家里的独子，他是一心一意的想跟我过一辈子的啊，所以说我也看得出来我未婚夫对我的每一份爱都是很真诚的。那么我们就走到了一起，大家跟着二丫的镜头一起来看我们幸福的时光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都很爱对方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父母的支持，我相信我们以后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幸福的。好肥，一丹看一下。妈妈，哦，妈妈剪啊，不要动，妈妈剪，剪下来拿回去炒，发霉，放蒜蓉炒，好香的。妈妈，摘了好多这个南瓜苗，在城市是买不到这种芽芽的啊。好嘞。回去了，小宝吵死了，都不给我背了。妈回来了啊，我爸也回来了，这是我弟的女朋友。我妈买了好多东西回来，准备做饭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妈。回来做饭了啊。你们尽力了。祝你们开心啊，快乐啊。这个肉圆子是我爸的招牌菜啊，里面有
马蹄、瘦肉，哦，牛肚、牛舌、牛肝，什么肝那个？拿去给舅舅煮菜。哦，那个。风水云动天不动，水推船移岸不移，刀切莲藕丝不断，山高水远情不离。毛爷应该还要，估计还要呢。牛八宝好吃啊！哦，妈在做圆子。牛角，牛幺八在弄他的招牌菜圆子。这个圆子我看一下，哇，外酥里嫩啊！哇，好香！现在闻到一股香味，肉香味。四丫在帮切菜，弄得差不多了，准备吃饭。开餐了啊！开餐了。去找他，去他连招。我有那个门，我养你呢，我没有那个。有，哈哈哈哈。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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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酥里嫩，好好吃，这个圆子。这是牛脑。但是我们一往切不开，不然再用。他就是你的新娘，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加力，不对待不和谐都要从。猪肠子有牛，肠子有。
呦，吃饱了，个个都吃饱了。哎呦，还剩好多菜。里面有，两边有，这边有，那边有。那么多钱，小罗过来，小罗，小罗，你这里挑那么多钱过来啊？你拿回头啊！你拿回头拿！呀，快你养大小姨嘞！哎呀，带了个小半夜，看看你，你还要拿那么多钱过来？我们真的是不好意思。是的啦，你真的挑那么多过来，你是这里拿回头？你可以拿回头要么你有露露身，要么你有爸爸发，随便你。结婚的日期。你把他说完了，你把这个哎呦，我自在。
对吧？坏了。你看这彩礼钱，你看这么多钱，包括来给那个女的也不要。现在这个钱呢，我就交给你了，交给我干嘛呢？你反正我也没要。你养我那么大，要点钱肯定是应该的，要的。我看我离婚两年多，住在娘家，你一直帮扶我，我带了个儿子。我要是没有娘家，我没有爸妈，没有你们，我流落街头啊，是不是？养是我父母啊，生我出来养大我，养是养啊，是一回事啊。这个钱我都不能要，他都不拿。那这个钱，那我就交给你算了，交给你以后呢，你就拿到这个钱，你就和你老公结婚啊。然后呢，你就拿这个钱来，你们两个人要。哎呀，你心思好，好人也好报。你做那么多赚人家，不会白白做的。你给我也不敢拿呀，你养我那么大，养你那么大，你那么大是一回事。这是我未婚夫的一点心意。我养你，养你这么大，他给父母的。不行，养你。拿去存起来。哦，你来明天你拿来，我你拿，你拿你结婚了过日子，还带你孩儿子，养大你儿子。你拿到吗？你妈妈他，你妈妈他要明天叫你老公拿去银行存起来。哦，我不要。就是我要希望你们过得好。但是这是未婚夫的心意啊，再怎么你也要拿，也是一个好彩头啊，以后顺风顺水啊。你这样趁拿的也是蛮好的，是不是？我舍得给这么多的彩礼。那你要给一点点给你妈一个彩头啊。嗯，要拿着，那你拿一半都行，这里说拿回去过日子，就拿回去过日子，反正是，不要，小宝也不要，拿两块，拿两块，给，不要，给小宝，给妈妈拿两块，小宝，拿回去给小宝啊，你给小宝，来养大小宝，啊，和爸爸一起过日子，和妈妈，拿着这个钱给你们一家过好日子啊。外婆不会用你的钱，明天你读书也用钱，外婆不要的啊。明天给小宝读书，上大学。呀。哦，起房子呀，起别墅给小宝住，是不是？爸爸好不好啊？爸爸好不好？不好。爸爸走了。走了。爸爸好不好？哦，他们走了啦。那爸爸好不好啊？哦，他走了。好不好？好人嫁好人，小宝拿回去啊！小宝老住那边，小宝老住，是小宝的啊！我们小宝要读书啊，给小宝交给爸爸，交给一个好爸爸，存起来好不好？一个好爸爸，存起来叫爸爸去做这。冰箱哦，我姐又在打包服务我了，因为有人下单了啊，有人下单了。